个直播没有看到，我们的房子会对接一少部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以实体汽车经济为主体的，因为我们实体汽车公司已经做了13年了，目前有3家公司，第4家正在运行装修中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这13年的主体一直是在做汽车行业的，到时候会有房，但是房为什么有？只有少量，因为我们所要预的房肯定是朋友开发的，或者是我们之间非常熟络的开发商，我们非常了解彼此，无论是地点、环境各个方面，我们可能觉得都有优势，觉得都很好，才会给大家，不会说随便找个人合作就把这个不确定、我们不懂、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来让大家议，这个是不现实的，我们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我们只要是要把房拿出来的时候，肯定就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资源才会给到大家，但是这个房肯定是很少，但是车是有一定量的。是知识派支付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支持。但是现在不行，需要上主网能内转，然后定价了之后可以全部都可以是派支付的。派进商城里的车都可以在成都议吗？只要你想要的车，基本上我都有。不，到时候只要看你想要什么车。派进商城的事跟咱没关系啊，咱们没上商城的啊。我们上商城的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。为什么让大家那个加入粉丝团，点个关注呢？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粉丝，通知我们的铁粉，我们怎么安排，我们在粉丝团里都有计划的啊。对的，路虎创世加长版可以，但是如果说你们那个如果有成都的，你们可以说的先申请进入咱们那个群，咱们那派友群，到时候我们会分出去，有专门负责对接的。威海有吗？威海暂时没有。说的是房吗？房暂时没有。保险也是派支付，是全部。房子之后我有两个地方有了，现在我不发，因为没有时间。大家也不要着急房啊，先把那个车的事准备好，整明白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急于变现，知道吧？最着急的是变现，把这事解决好了。达到大家满意了，然后那房子好整啊！你就看看，给对面给他点一关注，你看看他那段子啊！过段时间去咱们那个成都啊，现场都直播，让你看到每一个车，可能有很多车你没看到过。派肯定成都有好事，好饭，你就当你是非常非常的好饭，你等得了啊！好饭不怕晚。点不了。绥化买车是要用现金现米买车吗？如果你要是在绥化地区要是买车，你联系我，我的主页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有我的联系方式，你直接点联系我们就可以。劳斯莱斯有，只要是您在市面上能见到的常见车型，我都有。成都哪里？到时候。